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在这一天，我们为了国家的教育事业凝聚一心，在此宣誓。我看到了同志们在为民族复兴、人民幸福振臂高呼。我叫张桂梅，是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。我叫江竹君，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新中国的校园是什么样子的？新中国的每一座校园里都飘扬着五星红旗，每一间教室里都回荡着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。我没有遗憾，那就是你们带给孩子们的信仰的力量，让他们脚下有路，眼前有光。未来交给你们，我很放心。我一定会将学生们培养成才，不让你们白白牺牲。